由郭富城主演的杀人犯讲到不老症，虽然观众就极不满意个结局，真凶竟然是他五岁的样子，不过就令人留意到不老症一事。曾经演出陈可辛监制《中国往事》的不老症童星侯翔，自九岁起就停止发育，虽然他曾经演出过大大小小的电影和电视剧，但就因为受到外貌和高度的限制，多数只能够接拍儿子的角色。不过正因为侯翔成熟的内心，再加上幼嫩的外表，揣摩人物性格特质的时候都特别精准。不少跟他合作过的演员得知他真实年龄已经36岁的时候都为之一振了。